它可以齿部刷刷牙，把这个毛给它刷掉，把这个齿给它刷掉。这个齿不是不能吃，主要是它容易掉下来，它炸了以后可能容易焦掉，因为它太容易掉下来了。这个齿，这个最好的这个看一下，哇，完美！目前看来就是这一块有点小虫子。这海绵也挺好抠，部分不太好吧。洗这个牛肝菌就是最麻烦。还是有虫子，但是这是，哎呀，这个密密麻麻呀，简直跟撒了胡椒粉一样。哦，这一部分好，这一部分不知道咋切。牛肝菌也能炒一份菜了，今天的牛肝菌。哟，这个不错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哟，暂时还不错。牛肝居然爬了一个小爬虫，这是啥虫？哦，都可以。以后这里有个大肥虫，这个好肥。这个居然还行哎。吃饭吗？对了，来吃饭喽。我想喝这个。嗯，是吗？妈妈也马上来吃啊，马上接火，还剩最后一块。虫子正在跳舞，还好没有吃到下面去。嗯，看不太清。完美收工了。今天吃羊排，哇，好诱人！最后把这些齿部羊筋切完了以后，炸菌子油。哇，这个好厚啊！就是实在是太多了，炒就是不好吃。好吃是还蛮好吃的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不好吃？嗯哼，你也觉得它好吃，但它哪里不好吃？一切给你的啊，它哪里不好吃呢？你觉得？它就是不高级。怎么不高级？是因为太多了吗？是吧？这几个你看，哇，我的感觉在吃切一块黄油。这个蘑菇真的好细密啊，牛肝菌有这个质量就好了，这个肉真的是完美啊。齿部一大盘，然后接下来切绵羊菌。因为我老是看到虫道，但是我从来没看到它的虫，都不知道它的虫是啥样子。失去耐心，直接加速。
绵羊菌和齿菇应该会水分比较多，可能会炸得比较久。下面烤着蓝莓盘，上面炸着蘑菇，这边吹着蘑菇。哇塞，好清亮啊，这个蘑菇油。